杨道长家就住在这里啊？一个人住呀？啊，我一个人住。你拿着吃，然后这我给你一袋，你拿回去。你以前住在山上？啊，以前在山上。以前我在朝阳宫也住过，三教堂也住过。啊。千佛洞下边的山，石洞，石洞我也住过。啊。石洞也住过。您今年高寿？69岁了。您是多少岁的时候出的家呀？我是27岁皈依，34岁出家。年轻的时候，我到处乱转，新疆了。到新疆了？到兰州。青海，哎呀，到甘肃，啊，25岁我还在甘肃，回忆时候我是27岁，啊，在长春，我是正一派，我是不姓何，出家人不容易，那出家容易，修道难，修道容易，成道难，关键你这个，道德上，道可道非常道，天地之道，万物之名。您主要是擅长的是哪一块？我是针灸、八卦、艾灸。哦。下来就是八门、中药、勾自己、取火、穿戴、转化。对。改设物设人设物设你到北京到三天这三天你要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那还不送啊那上的就上哦那您现在在这里吃饭那些您是怎么解决的吃饭嘛自作自吃的心情你静不下来把食物看不成看不成长城你比较大的脑子为你更变这个是需要一个师傅去指点吗还是我们自己去悟要自己悟一直在大过的过程中一直靠着一开始打乱杨道长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适合出家那你这个人面貌看你你还不适合出家我还适合出家看他的外形吗还是说我们要去了解他的这种性格之类的啊受那些种约束呀烦恼呀家庭不和闹矛盾逼着出家凡心不是身心不改出家了那22岁开始订婚订到32岁就这七个婚都没结成但您结过婚吗没有您就一辈子也没结婚怎么您是怎么知道您跟他们不合适这婚姻难定您造化出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适合去当和尚呢还是当道士会合适了那些都是谁那我们回去我们去体会一下那我们再回头再来拜访您那杨道长那我们走了再见啊好